昨天晚上来的太晚，所以就没有给大家拍。主要是真的来的太晚，然后给大家看，其实我也没有看清楚这个营地长什么样子。然后早上起床了，那给大家看一下。边上的听众夏哥他们，对面的肉哥他们，然后这边有很多固定式的拖挂房车是在这个营地里面，就是专门用来就是出租的，跟酒店房一样。像这边的，所以像酒店房一样。看一下这环境，你看看，这是个圆形，很多房车营地都是这样设计的。然后这边都有一个。这个木板的一个台子，然后一个接水的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接电的，还没洗头，可能回去洗个头。早上刚起床，脸有点肿，我靠，稍微有点肿。去河边看一看，还是挺远的，那么远。从上面走下来，搬钓具我得搬起来等我。哦，这应该是对面村子里，这是一条村子里面的河吧？但是感觉前面封住了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这么小一块。回去洗头。就让我虚度这年华路。OK， 哦，这样 OK， 关门。妥，今天天气依然是不错。让这虚度这年华。好了，不准备出去吃了，天气太热了。我还是回去吃个小面包吧。啊，回去拆个小面包。哎呀，其实刚才吃了两个小面包，都是挺饱的。啊，掐两个小面包，我肚子挺饱的，吃一点点。你看这边营地里面停着的房车，基本上都是拖展，你看都是双拖，反正肯定是拖展。拖展还是基本上玩到最后啊，就是一般房车玩的久的那个房车玩家，到最后都会买双拖展，反正都会买拖展房车。他停在那边举的，什么东西？举的，他要把这里边抽出来，抽出来。哎呦，这个辣子鸡。吃完饭回到房车里面休息一会儿。今天生日哈，就随心所欲一点，车里面待着。昨天跑得太累了嘛，今天还没缓过来呢。藏一下。
还可以。刚才若有冒犯还请见谅。关于海神大人的考验现在开始吧。啊，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吧。或许是这瀚海乾坤罩里有让他们忌惮的力量也说不定。不管怎么说，总算能进行考验了。咱们接下来开车了，开车了。开车了，开车了。安全罩没吗？啊，没有安全的，没有安全的。你这个塔发现就这么一块小小的地方，它前面都那个，上面还有一节，它是几节？好像三节。啊，带着寿星逛景区。这个景区很大吗？我们的交通工具总在变啊，从什么电动车对吧，电动踏板，现在直接观光车，多牛！那这个车刹车不是？哎，这边是什么东西？兔子，野兔。这边有野兔子呢？野兔子哪儿都有。所以来这个景区要收门票吗？15块钱一个人。好，这样呢？好了，我们到了。15块钱啊！15块钱。这个上面就是观景。哈哈，轻车熟路。只能到这里了，我观景台，这里是种的什么东西吗？花呀。这里种的都是花。对，花画小镇吧。其实没开的全是花。这些花像菜一样。像菜。对啊，真的很像菜啊。对，这小子宣传不了啥好东西。到了呀，到了啊。